Hello，大家好，我是阿乐。那手头的 Apple Watch 呢，已经用了一个月了，我对自己的需求场景也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模式。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个 Apple Watch 一个月的体验和心得，以及我是如何利用捷径来自动化不同的使用场景的，比如说睡眠、运动、工作和外出。希望我的使用体验呢，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尤其是如果你也在纠结啊，有这么多好看的表盘，每一个都想要，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那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那首先回忆一下我买 Apple Watch 的初心，不是这个。对，第一是看时间，第二是自动记录一些睡眠的运动啊或者习惯之类的，第三是减少手机的使用，第四是用5年。结果第一点看时间就翻车了，就有一次我赶时间正在骑车，想看一下会不会迟到，结果一瞅看到的却是这个，当时我的内心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 Apple Watch 对左撇子或者右手戴手表的人不是很友好。我浏览了一下表盘的列表，这个数字时钟的表盘呢，时间显示基本上都在右边。然后冬天的话，肯定都缩在衣服里嘛，不能一眼看见。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那等下再解释，现在先把槽点讲完。还有一次，我运动完本来是按停止键的嘛，我结果错按成了暂停键，然后我也没发现。第二天就电池直接掉了50%，然后才知道说，原来暂停运动呢也是会一直监测心率的，所以心率就监测了一整个晚上，8个小时了也没有自动退出，所以就非常耗电。然后第三呢，就是长时间佩戴或者太紧的话，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我还长了一些小颗粒，而且很痒。所以就经常得两只手换着戴，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发现这个金属表带不适合运动佩戴，尤其是做那个平板支撑非常硌手。现在呢正好又是冬天，然后每次洗完澡重新戴上表呢都要一阵哆嗦，然后夹头发也是偶尔有发生啊，就是这个金属，就还挺打脸的，对。不过我觉得表带也属于消耗品嘛，所以想在第三方买一款适合运动的表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如果荷兰能买到的话就最好。另外，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电池续航的问题，我充满一次的话是可以用1天加2个晚上，一般是洗澡的时候充，或者早上起来。充满的话大概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还是蛮快的。那我刚刚运动了30分钟，然后是15%的电量，看一下它现在还有多少电量，11%。运动了30分钟要消耗4%的电。我是开了运动自动检测，然后把血氧的自动检测关掉了，就感觉好像家里也用不太到这种什么血氧检测，有点高端了，所以还是省电点比较好。好，接下来呢，就隆重介绍我用不同的表盘来规划 Apple Watch 的不同使用场景。这时候就要请出捷径 APP 了，这个是 iPhone 自带的，就是长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自动化，可以看到这些呢，就是我的所有使用场景了。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就是当事件 A 发生时就做事件 B，比如说8点了就起床，12点了就吃饭，到公司了就打开邮件。我们新建一个自动化流程呢，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事件 A 可以是一天中的某个时间点，或者闹钟响起来，或者关掉，或者就寝的时间开始，也可以是离开或者到达某个地点，比如到健身房或者到公司或者离开家，还可以是收到邮件啊或者短信啊之类的，或者是加入某个 WiFi。当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事件 B，这里可以看到是可以开始一些。可以执行一个 APP，然后可以开始录音啊，或发通知啊之类的，也可以修改这个 Apple Watch 的表盘。哎，等等，机智的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在离开家的时候就把这个表盘切换到一个相对容易看时间的表盘呢？同理，我可不可以在运动的时候切换到运动表盘，睡觉的时候切换到睡眠表盘，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再切换到工作表盘呢？Bingo，问题就这么解决了。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几个不同场景的表盘，然后各自的侧重点是怎么，给大家一个参考。首先呢，就是这个运动的表盘。那我一般是晚上运动，所以8点的话就自动切换到这个表盘，提前酝酿一下这种运动的氛围。就看到表盘的时候，就说哦，应该安排一下时间运动了。
那这个表盘就包含了大大的三个环的完成的情况，还有心率信息，然后还有运动和呼吸的入口。习惯养成呢，就是要让行动尽量简单，然后提醒尽量明显。所以我只要点击一下运动，或者对着手表喊一下 Hey Siri, start yoga. 可以直接开始记录运动了，就再也不能用麻烦做借口了。接下来是晚上11点自动切换到这个睡眠的表盘。这个表盘的宗旨呢，就是简单删掉一切不必要的干扰信息，只留下一个呼吸。然后颜色呢，也是选的比较温和不刺激的。我另外加了日出日落的时间呢，是因为荷兰这个季节白天太短了，这个日出时间是让我对明日比较有期待一些。另外讲到这个睡前仪式的话，我就是会做一个1到3分钟的这个呼吸练习，然后就直接入睡了。接着到早上8点半会自动切换到这个日程表盘，这个就有一点大一统的表盘了。我相信大家白天是还可以细分出不同的场景，但我目前就只是想到说，早上醒来看一下今天的行程都有哪些，会不会下雨。会不会下雨也就跟前面一样，因为这个季节荷兰天气就非常阴冷，就比较关注这个信息。还有就是间断食，还有多久可以吃东西？那可以开始吃东西呢，也可以快速的点到这里面去设置结束。右边的这个表盘呢，可能下午专注工作的时候会想着手动切换过去，因为不想被太多的信息打扰。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可能会关注一下运动的三个环的情况，因为不能落后太多，不然晚上8点钟之后开始追的数据的话可能会追不上。那之前有试过这里放一个番茄钟来记录一天有多少专注的时间，但没有找到我想要的功能就放弃了。所以这期介绍 APP 很少，就我想多花点时间再体验一下，下次再给大家介绍。那如果你觉得 Apple Watch 上有什么非常好用的、不应该错过的 APP 呢，就可以评论推荐我去试试看。最后就到了这个一切需求的源头了，就是当我离开家的这个区域会自动切换到外出的表盘，就是这个小章鱼。我现在一出门的话就骑车，所以是没有时间去手动切换的，所以这个自动切换非常好用。这个是一个时间，数值的时间吧，因为快迟到的时候对时间很敏感，1分钟的误差呢也非常关键。然后下面显示的就是接下来的行程。那其实外出表盘呢，我还设了一个打折表盘，就在这个章鱼表盘的右边，用左手这么一滑，就可以手动切换过去。一个是计算器，一个是语音输入，还有一个日程。这个就是对具体的时间没有那么敏感了，就是特别适合我在逛街或者旅游，或者在超市或者集市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对价格非常敏感，就可以很快的在手表上调出这个计算器来算一下这个折扣力度到底大不大。还有就是，如果我遇上那个街头的表演，或者我想要录下来的这种大自然的声音，我想要在这个播客节目中可以用。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录音的入口。最后这些设置呢，就囊括了我睡眠、运动、工作和外出四个主要场景，还有贯穿一整天的整点报时提醒、站立提醒。它会非常温柔的拍拍我的手臂，提醒我说：“哎，1个小时又过去喽。”哎，提醒我说：“该走动走动了。”但如果我非常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的话，也不会察觉到这种推送，就介于一种提醒和打扰之间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那每个月总结的话，我也会去看自己的运动、睡眠还有饮食的数据。我是觉得说，记录下来的数据一定要自己去反思、总结、及时的修正，否则堆积越来越多的数据呢，只会让人工智能更了解我。但是那种惰性的我，还是积极的我，确实需要自己去不断的调整与抗争的。最后呢，就引用 Apple Watch 使用手册里提到的，Apple Watch 能跟踪你的健康记录和体能训练，并且通过叉叉叉叉的方式，让你保持一种更加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觉得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帮我点个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喜欢我做的视频，请记得订阅。那我们下期见，拜拜。